好，我答应你。许来，你现在和他缔结契约吧。不过，再让他交出两个无主心腹到地的下落。又怎么了？除此之外，我还要两个无主仙符到地的下落。秦南，你这是在耍本尊吗？啊，前辈息怒，这不是我的本意，这是叫我画出禁符的那位非要我加码。哼，我告诉你，这已经是我的底线，你若敢坐地起价，休怪我万重仙楼翻脸无情。许来，你去拟好契约。是，好了，在里面注入你的神念吧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之间的契约就算缔结成功了。许来，将他要的东西给他。是。接下来咱们去东京圣国。嗯。没想到事情居然这么顺利。飞月教我画的这个符文到底什么来头？大人，为何非但不杀了他，还要给他那么多好处？你可记得斩杀施展禁符之人这个命令下达时，混乱之域发生了什么？当年飞月女帝被禁止进入混乱之域，难道秦南施展的禁符是他教的？没错，若我们真杀了秦南，就是给了他光明正大杀回来的理由。这里的仙意与上下境的完全不同，宿主根本不适合修炼，若是修为不足，还极有可能走火入魔。这万重仙楼给的地图倒是挺清楚啊。嗯，就是这里了，咱们过去吧。秦南，刚才那些是上古百族的人啊，恐怕跟我们一样，也是来找仙符及天才地宝的。那我们快点进去吧。从地图上看，八眼阴阳花和竹仙之树都在这片古林的最深处。千万要当心，这古林深处危机重重，千年来陨落了不下30位盖世霸主，数百位天仙巅峰的修士。好浓的血腥气。别过去，我先有无处看看。是我和梦魇一族的人，恐怕他们也是冲着八眼阴阳花和竹仙之树来的。两个上古百族跑来夺宝，秦南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两位道友，想必你们也看到眼下局势了吧？两大上古百族可不是凭你们两人能对付的，要不要和我八曜魔王合作？哦，和谁合作？我去，秦南。怎么又是你？我还没问你们呢，八曜。刚才你是想和我合作吗？此事我们从长计议，从长计议。喂，为什么我要跟你一起跑啊？哪来的仙魔之音？仙魔共鸣。走了，那群家伙要进去了。怎么？现在又想和我联手了吗？和你联手从没好下场，我们还是各自为战的好。就算我这儿有两道至尊意志也不行吗？两道至尊意志怎么可能？爱信不信，我可从没骗过您。嗯，好像确实如此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理应联手啊。你的至尊之意加上我的高超实力，岂不是无敌？你刚才不是说和我联手从没好下场吗？哎，我有说过这句话吗？我可以替他作证，他绝对没有说过。可恶，你们俩一个盖世霸主，一个幻仙道宗的真传弟子，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我现在不是盖世霸主了，我也被道宗驱逐出门，已经不是真传弟子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先来说说这群人究竟在争夺什么？那仙魔共鸣又是怎么回事？
他们来此是为了争夺一个无主的仙符道地，而仙魔共鸣出现，代表他们快要攻破道壁了。根据万重仙楼的地图，前面也是天才地宝的所在。如果真有仙符道地，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上宝库。有点意思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八眼阴阳花和诛仙之术十有八九就在仙符道地里面。等这群人把道壁打开，我们就跟随他们进入仙符道地。好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诸位先进去吧，我们最后会联手将道壁关闭。什么？靠，这老家伙也太狡猾了。快住手！老东西，你什么意思？是想独吞无主的仙符道地吗？若是不服，那便来战。道壁要关了，怎么办啊？杀过去。好。小月光暗，今年仙道风寒，心如水木无澜，似琼楼临青山，韶华梦下彼岸，生死别去三圈，总有剑无痕无妨一笑欢。